下次的话先加区间车啦，我这次先让你过去。OK OK。对对，你先接上去就好。比如下次的话是要，就跟账务员说你要加那个区间车，看你要从汐止还是。哦，就是多加一个这样子。对对，前面加那一段。OK OK， 好，谢谢。可以上蓝线。